师傅来说吧，师傅怎么了？那日子过得比谁不都幸福啊？这我知道。但是现在师傅过日子呀，嗯，要求质量高了，质量需要高一些。对了，哎，健康一点。哦，师傅现在那个身材老好了。你等会儿健康，等师傅什么样，我还不知道。您那么胖，你这瞎瞎说，怎么了？那不是胖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壮，强壮的意思。对了，我怎么没看出来、啊？你这没看出来，都是肌肉。哪有啊？都是肌肉，我没注意过。那就是没事，你出门跟我妈逛街，你逛两回就练出来了。哦，就逛街的时候提着东西练，那四个壮汉有师傅一个。啊，扛门的时候压的，可能就是啊，有劲儿啊，有劲儿，都是肌肉，肌肉我没注意。一脱了全是肌肉，是吗？鸡胸，鸡胸哦，鸡翅，鸡翅，鸡大腿啊，鸡头。那你的意思，师傅就是一只活鸡，对不对？那是门，滚。我这说话呢，我这不是说就说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啊，身体很没事好运动。对对对，师傅没事好打篮球。得，这、嗯、就他那个个还打篮球，可能吗？前锋，还前锋啊？哦，最拿手的就是当下过人。哎，当哦，总理，行了行了，别比划了。哎哎，谁要不服，一抬头。哎，不行，这叫什么？那你要说人家敌方把俩腿一并上，他就过不去了，对不对？那多新鲜！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做回自信的自己，记住微信358163379。那还是王八，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就跟个小鱼儿似的。哎，游的好 啊，练的那都是肌肉，那这儿都有那个马甲线，那叫什么人鱼线吧？人鱼线、马甲线，我也不太懂、哎。都是腹肌，腹肌都有，背后有8块腹肌。你瞧，你瞧，那是背着壳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啊。腹肌有在后边的吗？人家是前边有腹肌。对对对对，游得特别快、啊。有一个游泳的明星叫什么？啊、菲利普。菲。哎呀，行行，菲利普那是电器，知道吗？人那叫什么？菲尔普斯。对，菲尔游得快呀、啊。啊，咱师傅最擅长的就是自由泳，自由速度快。哎、哦，快到什么程度啊？什么程度？裤衩追不上。你看看，真的。哎哎，行，别真的了，别真的。他在头里游，嗯、啊，裤衩在后边追、啊。你等等我。师傅一回头，你自由了。废话。哎呀，老跟这裸着游也不合适啊。裸着肯定不。后来实在没辙啊，穿钉子裤。钉，别逗别逗，钉子裤那更松，更容易掉。有钉子，那有钉子，你给它钉上。这么个钉子裤啊，自打穿了钉子裤啊，游得更快了。对，还疼呢、啊哎、一疼那俩腿紧倒啊、哎、我跟你说、哎呀没事还喜欢文玩，哎，文玩这个好，哎，没事好揉个核桃，揉核哦，好多人讲究这个什么品种，什么什么头，什么头，有一个叫狮子头，对不 对， 对啊，咱师傅揉那是红烧狮子头、啊、对，红，哎，揉俩，行，哎，端碗米饭，我跟你说啊，行、啊、哎，可饱可饱的了，一揉起来，我废话，不光玩得好，还吃得饱呢，啊，俩这多油啊，就玩这个，还玩鸟，咱师傅小的不玩，大，那有鹰，鹰哦，架在肩膀上出去，对对 对， 对，什么鹰，什么鹰，苍鹰，哎对。那玩意儿能玩吗？什么苍蝇？你说苍蝇，天上飞的、哦，大个的，对 对， 对对，哎，一叫起来啊，嗯，哎、还是苍蝇啊？不对呀，人家那是大个的鹰，就老鹰，老鹰，对、哎、对， 对对，拿那小罐还逗那逗蛐蛐，逗蛐逗蛐，多脏的东西，逗蛐蛐儿，对，逗蛐蛐，反正就、哎、啊，你想想这什么形象？师傅这儿架一堆苍蝇，这儿逗着蛐，手里再攥俩丸子，好看吗？哎